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枭雄》。隐形了，吓跑啊！对好，杀首领他们会吓跑，都忘记这一点了。Look sharp, I will be back. Don't worry.像童工这样被释放之后，还是不要乖乖的，不要乱跑，不是很好。Bye. You'll be all right. Trust me. Thank you.这个华莱士伯恩，刚刚那个应该制作，是装备，刺客传奇护手，居然还减一哦，怎么那么烂啊？亏你是刺客传奇。看起来金光闪闪。升级之后倒是有强一点点。哎，有新的现代。我没有发现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老大来了，好壮啊！你的手下嘞，在乱的吧？哦，好硬哦，家伙！大家应该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华莱士伯恩。大胡子，在华莱士伯恩大部分人生中，无聊是他唯一的感受。事实上，因为人生太无趣了，他依赖毒品作为打发时间的方式。在吸毒后极度兴奋的状态下，伯恩对妨碍他人的人总是会采取可怕的报复手段。然而，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但他在这座城市里的势力庞大，因此没有人敢定他的罪。波恩的身旁总是跟着大群恶棍，好让他在吸毒后安全无虞。从立场点杀戮杀刺杀目标。
看不要开车啊，那么近，跑过去。密藏点的话，应该就是稻草堆或什么的吧。观察看看会不会太困难。哟，这边有个稻草堆。可是，他会过来吗？把他的好队友们都做掉。然后躲好，等他靠近的时候我就吹哨把他引过来。顺利完成。葛林还没满。最后一个俯瞰点，拿下伦敦的时候到了。高帽子的心哎，警察！哎呦，放我，揍死你！这里是。哇，十等的全套，不过全套用起来一点都不帅，不想用。这个造型是蛮特别的。对，看起来是非常的特殊的地区，有战哨，随便闯进去没有问题吗？先把这个打掉。看一下这封信是写些什么。诶，我刚刚不是才看过地点吗？哦，这里是白金汉宫哦，刚刚那是不一样啊。好，
看起来是一个爱玩的家伙。爬完所有的俯瞰点的奖杯是打草烟囱。好啦，剩下两个，先这个好了，一番白布瑞。万中选一的精英伊凡被赋予在白金汉宫禁区设立前哨，并扰乱女王。伊凡借依着圣殿骑士首领莉拉的指示，与其忠心耿耿的和有能力的弟兄进行行动。最后目的地也是白金汉宫地区，其他原因扰乱治安，非法侵入。在白金汉宫里面，我真的有办法把他带出去吗？这个位置令我感到不安呢。糟糕，我觉得他要上马车。让路啊！拜托你们，饶了我吧！黑压马车。
挡路，别挡路！我来反，快！好，快杀对方车顶！怎么被碾死了，大大？你怎么命这么薄啊？我的天哪，居然被碾死了！哎呀！打开你们了，只好带尸体啊！忙，追车追得超远。好了，到了。刚刚听那个警察跟我报，当掉。现在离这个比较近，先做这个吧。贝翠斯·格里伯。新的资料，尽管密翠斯格里伯做了许多努力，但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对他敬谢不敏。他一心一意想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侍女，但速度遭到拒绝后，他下定决心，只要他不能陪在女王左右，其他人也休想。因此他向圣殿骑士透露了自己的计划，告诉他们他有多想杀害维多利亚女王的伴侣，使用电击弹杀死目标。我先换上电击弹啦，用电击弹杀死目标并不是什么难事。
我暗三角星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使用那种神奇的技能去攻击人家？为什么？不是要先踢才有办法用那招处决吗？啊，我懂了，晕眩的敌人，处决快再说，晕眩的敌人使用，所以电击弹有晕眩效果，就可以处决。好吧，这也蛮瞎的。因为这种神秘的特性，害我要重来了。描述色情内容是不是？我觉得这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那么要说公园，整个刺客看起来，那公园应该是我最喜欢的。我怎么又失手了？最后一个，最后我发现最后一局王都没有办法达成的那个次要。我刚刚不是拿到了什么东西吗？某个设计图是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弯刀的设计图。Now.
里？撞到不负责。让我先把黑鸭叫过来。不要！冷却中，黑鸭还不能来。哇，一撞就爆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应该是技能的效果吧。家伙，让我来算一些横冲直撞。残破不堪的马车。That was a close one. You've done well. Thank you. Yes, 自动填弹手枪。